那么大家好，今天这个视频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是如何出门上班，把我这个吉普迷你给带在身上的。那我首先把我的吉普迷你抛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也是温掌机中最小的一款温掌机啊，可以随身携带的一款最方便的一款温掌机啊，吉普迷你。那么我每天携带呀，就是这样直接。装在我这个一个买的这个腰包里，然后另外呢，我这个腰包的外侧呀，又装了一个10米10号的这个充电宝，就是担心工作在外不带充电器直接拿它来做一个续航的一个电源，这样把它加起来呢。在外面玩游戏啊，可以玩3到4个小时，也满足了在外工作时间的游戏时间。那么这个吉普迷你呢，有人说那不如装在口袋里的呀，它也可以装在口袋里，就是直接这样装在我的这个衣服的这个内口袋里啊，工作服的这个内口袋里也可以装得下。但是你要想夏天的时候呀，那个穿的衣服呀比较单薄工作的时候也很容易出汗也很容易出汗，所以说呢装在口袋里不是不行，但是夏天出汗的话这个整个汗水都会浸泡你的这个吉普迷你或者手机，同样是被浸泡。就说有了这个包呀，这个携带呀，它很方便，就是把这个吉普迷你就直接装在这个腰包里，哪怕你汗水再多，也不会浸泡到你包里的任何的一个你所携带的一个设备。然后这个就是10米10号的这个。两个加起来呢，虽说这个包呀，两个加起来加上充电宝有一点点厚，但是呢，也不耽误你去这样挂在腰带上面，也不耽误你去工作什么的。如果不说的话，别人都不知道我带了一个电脑。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我出门携带吉普迷你的方式。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